小伙伴们，你看我们刚到，人家已经弄了一桶了，毁了，来晚了，这一桶差不多得40多斤啊！你看，也不知道谁的，啊，蹦了一地哈、啊，蹦了一地啊！我去，这要给他地路跑了，也找不着我们呀、啊！找了两个出大力的哈、啊，哎，这两个出大力不给力，那两个退出来，退出来指定妥。试一下。昨天我们试过了，我喂大龟喂大，但是我会说呀，是不是？这两个出大力的不给力哈、啊。到时候还得洗一遍，这一弄才半斤，这一下才半斤，还没有到预期哈、啊，没有达到预期。希望有那么些。啊，今天不给力哈、啊，以往就是半斤多呀，半斤到一斤呀。那都说这个网改了吗？这鱼太小了。哎，来，放到。那网哪走到呢？没事，昨天就那一块儿，然后最后那一块儿最多，一开始我也没那么多。嗯。多吗？以往怎么能也就那些？那今天可能就这么个情况吧。行啊行啊，一次一半斤到一斤也行啊，总比没有强。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面条鱼正在渐渐的消退啊。到。这么多了啊。乐几没有，一斤有啊，一斤也不少啊。哎，这一网多。两个人正在慢慢找经验哈，别得乎，让他那个哎弄进水就行了。你看今天全部纯鱼哈，净鱼哈，来到吗？啊，一斤只多不少。哎呦我去，这样其实也不少哈，也不少。他上去放上去了，我来。哎呦我去，对，给我抖抖到一块儿。哎，你看我也很有水平，又半斤。来，这倒。不用冲，没事，已经很干净了。可以，越弄越少哈，越弄越少，一次半斤。你看他搂了个什么？搂了个这么大的螃蟹，嗝屁了哈，扔了吧。然后那两个逮不掉了。他两个逮不掉了。水你往一放，这水在那水上，不带。别好了，这啊，闻着一下老子城管，哦，在，哎，老子吃了，我操！哎，对，又在水里一下就捞上了，来，这倒一些，直接倒一些，少点吧，那没办法，这少了，估计这过两天就直接没有了啊。把它放在水里，放在上一下抄给去了，哎，对。轻车熟路，可惜呀、啊，可惜没有前几天多。这还可以，这还可以哈。我这啥子？啊，这网多呀？网啥都没有。对他今天握啥？今天握啥？这个多哈，他今天握啥？好，来，直接倒一些。我啥？怎么又是在前面停了？我啥？进不去，把这塞没打。怎么样？是不是都在沙里是吧？别掉，别掉了，别掉了，来给我弄个水来，我一网把它抄了。来，逮回来一块。哎呀，我去！
两三斤，两三斤多哈。好，走吧。哎呦我去，我三斤多，三四斤，三四斤。找着感觉，找着感觉，全在上来来。来，我们到。三四斤，三四斤。哎，对对对，看没有？那三四斤哈，这个多吗？还讲究，还讲究，小妖来，我看看，确实确实可以哈，确实可以。哎呀，太小了。对，你把它摁到水里，摁到水里一下冲，对，一下冲。嗯，尊重一下他们劳动，刚才已经对我有意见了，要不待会儿罢工了，直接到。直接到！哎，我去！这量下能量下能了将近10斤哈！哎，我去！哎呀，我去！不行不行，往外跑开了！哎呀，往外跑开了！我去，累死我了！